爸爸啊，滑。大叔，你们是从哪里过来啊？天水过来。天水过来看。哦，就是来过来的晚了。你们上个礼拜来。哦，这天主是没坐不坐，来就晚了一下。就是啊。早上有王母蟠桃，下有秦岩蜜桃，欢迎朋友们来秦岩品尝秦岩的桃子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儿。